是这个是我的学生在哪里，这个是我的班的，然后他们过线其他的三年级的人，二年级的人，是这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一起比，是不是？嗯，那你摇的怎么样呢？他的这个意思是，这个人摇的比较厉害，所以这个奖品就给这个人，所以他每一个都有给一个奖品的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非常棒啊！对啊，非常棒。我在台下，台下。好，准备鼓掌，谢谢。